家好，我是琳达。我跟爸爸还有其他几位叔叔哥哥们到了这个别的村子，别的嘎查，来买储金饲料。在这里囤着呢，这是别人家的这个棚圈。这个地方呢是挨着我们嘎查的另一个村子，这个比较像其他地方的这个营子，用每户人家呢互相之间挨得非常的近。先过一下秤，看看一个袋子是多少，117，多少斤？117，嗯，他这个重，然后写的时候他160，随便抽三个袋子过一下，然后取个中间数。这里面是这个玉米秸秆，找的一个小铲车，从这块儿往铲车上面放这个饲料，然后用铲车倒进农用车里。有两人在车上整理，这个密封的袋子里面是玉米秸秆，我们叫做甜棒子秸，这个是清储饲料，这个方式呢叫做清贮，就是把这个饲料给压实，然后封闭保存，这样它就不会接触到那个氧气空气，所以从而呢有了有机酸。这个有机酸非常的有助于牛羊的这个胃易消化，营养多，所以是一个这样的饲料。我们家车已经装满了，现在剩下叔叔的和哥哥的。在麦仓呢，欢迎进入导盲咕噜教学环节。今天学习耳朵的用蒙语叫做七是黑，不是黑，但是咱们汉语里也没有黑这个字，所以我就用黑代替。但是下面拼音上给大家标准的这个给大家拼出来了，七合七合七合是这样说的，耳朵是七合。